一条好的洗车毛巾当然具备以下四点。第一点，吸水性，你看这么满满一杯子一下子就吸完了呢。第二点，不掉毛，即使经过刷毛器的反复刮刷，毛巾也不会掉毛的哦。第三点，不褪色，将毛巾浸入水中反复搓洗，倒出来的水依然清澈透亮。第四点，要全车都能适用，哪里脏了擦哪里，像中控台、后视镜、座椅、档位、车窗玻璃、车门都能适用。一条好的毛巾能给你的爱车干净的呵护，也能给你带来愉悦的驾车体验。